过70多天的生长，我们的水稻种子已经长成了一颗颗水稻植株。这个实验一个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要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寿命周期的培养。在我们这个生长河里住着高杆和矮杆两种水稻。在水稻培育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在刚刚萌发的水稻叶尖上出现了一个晶莹的小水滴，并且小水滴会越变越大，直到贴到了生长核的壁上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原来这是水稻的吐水现象，在微重力环境中更容易观察得到